要想要加炼乳吗？想，想加炼乳。好吃。说南湖站。南湖还很远。一开始可能是为了逃避，可能为了喜欢自然，可能误以为运动、健行跟登山是同一回事。无论如何，你在路上了，你成为一名登山者。只要保持一段距离。等一下，我走第一个，你们再往后面。是雪山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的是南湖北山，真的是近在咫尺，远在天边。挥手。挥手，谢谢，不要吃雪。很难说清楚登山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，在每一片风景里寻求新的机遇，在每一条路线上拓展自己的极限，享受每一种呼吸。离到也太远了吧？是走哪里？你要走大坝，关了，关了也要。然后大坝是那个先走19公里林道之后上升900公尺，真的？真的。你要走？没有啊，我上次的确有把飞牛啊，他在那个上头，我们过去找东西。要不然我们玩那个后天说，后天说。我们阿瓦隆。不是啊，我们玩那个师傅的。好。住在这里面是谁？他没住。没有。包包太多了。自己都没有事。哦，有。没有做。我是帮你们不要太多，我有那个，我这个有四五七八九。好了，5点。爷爷你的。包干多点。有。他包的。30点。谢谢包。好惨。哦，怎么夜那么亮？那里面也待过地啊。哎、欸，我要吃面包了。哎，讲我温热。对啊。今天有用枕头。有。现在都用枕头。啊，你有枕头我要。到主峰的时候刚好天亮，看日出这样。主峰刚好天亮。对，看日出这样。那个、哦、主峰上去要爬最主峰，你要注意。就是危险的、啊，会很危险吗？不会很危险。缓了吗？但是你们必须要找到踏脚点。就是刚刚上面那个。是北峰。对啊。你这是三角点吧？没有，那真正最高点不在我们在的那个地方，还要再往右走。你帮我把雪瓶拿过来，我怕。去学好了。不用了，跟年纪了。好肥啊！哎、欸，那我们东西应该要收一收。哎、欸，在那里，要跑过去。啊！二楼有比较好吗？完全是一个拍不到。但我们怎么样也没有想到，隔天凌晨4点起床，摸黑出发，迎接我们的是一段惊悚的路线。雅欣要不要发表一下感想？我绝对不会再走那条路。你觉得这是不是林渊没有根据的错？是。干。你为什么告诉我们在全湖的周边？没有啦，本来就是在一条走一些。你靠北有哪个走路快？走比较快，走一些走比较快，走一些会比较快。梦话，你的感想？比较安全。反正走过。走过，已经不想再多提了，就对了。对啊，以后就有件事可以做。哎，你们哎，飞船总路上对，都要删哎。潜能是不是？发现自己的极限。我们下来的时候不是已经发现传统路吗？还没啊。就你们切到旁边的时候，不是已经有看到传统路吗？没有，我们是硬有啦，就那时候已经走到主路了，下去。好哦。好吧。赞。啊，你看到传统路怎么走啊？没有啊，我就想要跟上去啊，可是我就想说，啊，我没戴头盔什么的，然后可能博宇已经报备说我要那个往回走了。然后结果到时候那个又找不到人怎么样？
不会啊，不会啊。对啊，你带我们走传统路不就没事吗？认真看 GPS 就没事。博宇还在那边确认 GPS 说，应该就是再往左边一点，然后就走错了。还有面，我早上高一差不多用这样。哦，那里还有半颗哎，那就可以和这个合成整颗。白痴，走。哎，算了，虽然没有上到南湖主峰很可惜，但平安快乐最重要，毕竟山永远在那里，而更可贵的莫过于身边有一群好伙伴，能一起吃饭、玩牌、吃雪、看夕阳，我想这就是山带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了吧。